好啦，由请转法轮、请佛住世、上趣佛学所学嘅嘢，全部系饶益众生。第九，行信众生。嗱，呢个咧，我哋睇一睇咧，即系话菩萨嗰种威力，佢行信众生系点样行信法咧？咁，复次善男子，言行信众生者，为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，所谓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，或有依空或诸伟木而生住者，伟木即系花卉树木啊，有啲树神啊，诸如此类啊，或者依空啊，空行嘅异类众生啊，或者天龙八部，种种生类、种种色身、种种形状、种种相貌、种种受量、种种族类、种种名号、种种心性、种种知见、种种欲乐、种种意行、种种威仪、种种衣服、种种饮食，处于种种穿营、聚落、成邑、宫殿，乃至一切天龙八部、人非人等，无足即系冇脚嘅，二足、四足、多足、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想、非无想，如是等类，我皆于彼随顺而转。咩叫随顺而转？大家知唔知啊？轮转，轮转，佢生死啊，我跟埋佢一齐生死，咁解，好犀利噶呢个，随顺而转啊！OK， 种种成事，种种供养，唔系要众生供养阿菩萨咩？佢唔系喎，调翻转头，我随顺一切众生，去成事众生，服侍佢咁解，种种供养，系咪同我哋凡夫嘅观念唔同晒啊？供養啲眾生喎，如敬父母喎，你度緊嗰啲眾生，如敬父母，如奉師長，及阿羅漢乃至如來等無有異喎，係咪服侍眾生啊？當一切眾生好似佛咁喎，當一切眾生好似菩薩咁，好似父母咁喎。於諸病苦為作良醫，於失道者是其正路，於暗夜中為作光明，於貧窮者令得服藏寶藏咁解，潛伏嘅寶藏咁解啊！菩薩如是平等饒益一切眾生，何以故？菩薩若能隨順眾生，則為隨順供養諸佛；若於諸眾生尊重成事，則為尊重成事如來。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起于大悲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。嗱，呢度停一停一停啦，大家前面嗰度都明少少啦，嗬？唔明白，慢慢翻嚟抡啦，因为佢唔系好深嘅啫，不过系境界太深，我哋听落去有啲迷闷。關鍵就係話點解呢個人要咁行信啊？因為你愛護眾生，先至能夠生起大悲，啱唔啱啊？即係慈悲喜捨嘛。你唔愛佢，你可唔可以慈悲喜捨噶？話知佢，你一愛佢，你犧牲乜都得噶啦，起於大悲，因大悲而生菩提心。咁我要有能力，我要知道嘅方法先能夠度到眾生。所以你勤求覺悟，係咪釋迦如來出家嘅原因啊？合得翻喎，所以你話釋迦如來係咪大乘呢？合落去咪知咯。釋迦如來係咪一切眾生起大悲啊？因為大悲係咪求菩提啊？我因為要救眾生，所以要成正等正覺啊嘛，啱唔啱啊？因菩提心而成正等覺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係咪合釋迦如來啊？所以佛唔係小乘噶，一定唔係噶嚇。譬如曠野沙積之中有大樹王。好像在一個沙漠裏面有個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
如果啲根掂到水，枝葉花果色皆繁茂。本來沙漠啊冇嘅，但係佢只要沙漠下面有水，嗰棵樹嗰啲根一掂到啲水咧，你出邊幾乾都好啦，嗰棵水嗰棵樹係咪會照樣生啊？生死曠野，菩提樹王亦復如是，一切眾生樹根。留意一下佢咁舉呢個例子，樹根是一切眾生。如果菩薩以大悲水，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下，如果能以大悲水搖益眾生，你越利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，就會成就如來的果實啦。咁解何以故？若諸菩薩以大悲水搖益眾生，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所以大悲是力量。點解二乘人不能夠成等正覺？因為未起大悲。一起大悲，誓救眾生，決定成佛。越度眾生，你越快成佛。是故菩提屬於眾生。我哋要明白一樣嘢，佛嘅果、佛嘅身、佛嘅國土、佛嘅智慧喺邊度嚟噶？清淨係乜都冇嘅，清淨咪冇咯。咁佛嘅國、佛嘅智、佛嘅身，是不是由眾生要度眾生而來？對了，原來佛的果實由眾生而有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是不是決定大成啊？決定大成的。善男子，汝於此意應如是解。當時普賢菩薩就對這個善財童子就這樣說，你記得為什麼要行順眾生？你要對這個願望、這種修行要這樣去理解。以於眾生心平等故，不要起分別，則能成就圓滿大悲，是一切眾生如己想、如父母想、如諸佛想。以大悲心隨順眾生故，則能成就供養如來，等於供養諸佛。是不是如說修行供養啊？一樣了。菩薩如是隨順眾生，虛空界盡，眾生界盡，眾生業盡，眾生煩惱盡，我此隨順無有窮盡，念念相續無有間斷，身與意業無有疲厭。第九種行順眾生，是不是真的要有很廣大的心量為眾生？是不是百分百為眾生？是啊。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心量，你發一次，你生生世世都做緊，好快就位於等覺菩薩位，好犀利噶嚇！明白啦，第九種行信眾生。好啦，第九個願望，佢攝埋一句説話：但願我能生生世世行信搖益教化一切有情眾生，因為禮敬一切、教化一切、搖益一切眾生嘅話咧，就能夠成就如來的智慧花果了。十普皆回向，復至善男子，言普皆回向者，從初禮拜至隨順。意思就是說，由我行第一波、第一個願望，至到第九個願望，這解是吧？從初禮拜禮敬諸佛嘛，直至到隨順眾生、行順眾生 ，OK， 九個願望，所有功德皆悉回向，盡法界、虛空界一切眾生，願令眾生常得安樂，無諸病苦，欲行惡法，全部唔得，啊，皆悉不成。點解啊？我回向普賢菩薩，回向咗呢個願望，令到所有眾生一叫到普賢菩薩，他做什麼壞事都做不成的，這解喎，著不著數啊？著數了啊， OK， 皆悉不成，所有善業皆速成就。那大家想不想學佛啊？算不算善業啊？會不會速成啊？都會啊。那你想不想講佛經啊？都想的啊，算不算善業呢？皆得速成喎，都係啊，一樣啊！關閉一切諸惡趣門，開示人天涅槃正路。留意一下，係咪人有福報嘅人，
是不是天，是不是生天享福，生佛国，直至到涅槃的正路。嗱，我而家今日讲嗰啲，呢几日讲嗰啲，全部是如来喺呢个世间讲过的修行正路。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，所感一切极重苦果，我皆代受。是不是好好感人啊？即普贤菩萨代受，咁我哋系普贤菩萨嘅学生，我哋会唔会代众生受呢？你发呢个心，你将来就你受都受而无染，速速超越，因为你受过，能够广度一切众生，我皆代受啊！令彼众生悉得解脱，究竟成就无上菩提。菩萨如是所修回向，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回向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愿意业无有疲厌。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，十种大愿具足圆满。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吹入，则能成熟一切众生，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则能成就普贤菩萨诸行愿海。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，十个愿我们发了，过去现在将来一切诸佛国土，请问有没有你的出现？你想不成佛得不得？不得。留意一下，怎可以过去现在将来在生死道路当中发一个愿，你下一生完了，这生生生世世在十方极微尘数诸佛国度都出现你的应化身，都行紧普贤十愿呢？原来因为你听过一次，发过一次，你想想着不着数？当然啦，你要有什么因缘才听得到，其实看过的了，有些读过的了，当然有些未看过未读过了，但是为什么那时不明白，现在会有因缘明道呢？有因缘的。但愿我能生生世世将收集一切善法功德，尽皆回向法界众生，使令成佛。既然我们这个五族恶世南阎浮提有菩萨根性的人，他一听他就会流口水的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一知道这个法门，他就知道心中有数，我决定成佛，我能够决定到一切众生成佛的，很犀利的。好了，读完最后一段，得蒙诸佛护念及普贤菩萨大威神力加庇，发因众生的修行人会由最初自利的心，慢慢变成顺为饶益众生之心，待众生请佛宣说各种修行之法，恳请如来久住世间作众生大导师，愿意永远跟随诸佛勤习种种修行法门，更永无止境地方便行信利乐无数无量众生，并以无边功德回向法界，直以圆满救度一切众生。怎可以一个人修行度引所有众生啊？之前有普贤愿帮手咯，咁又使乜惊呢？明唔明啊？我一发咗呢个愿，你想唔得都唔得，真事嚟噶！你想唔得都唔得，点解啊？普贤菩萨护念于你，点解普贤菩萨可以护念于我啊？食完饭再同大家揭晓。OK， 唔该晒。